我梗係戇居啦！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咧，好興講話食人血饅頭呢件事嘅。咁我喺度諗，啊個個都話咗去食人血饅頭，點解冇人試下走去做人血饅頭嘅咧？咁樣咁不如我試下啦咁樣。呢度成立其實係由好多原因交織而成嘅。早年個社會環境不好啦，加上疫情之後，咁其實咧我就有啲求助，或者係有一啲人係希望我幫助佢哋揾一啲飯券啊，或者係揾幫手轉介一啲工作啊咁樣。發覺咧第一個資源消耗得好犀利，其實你真係好杯水車薪嘅，你就要諗點樣去揾資源翻嚟啦。咁你其中揾一個資源翻嚟嘅方法咧，就係你創造個收入咯。赴湯蹈火夫婦喺2019年被控暴動罪，2020年7月獲判無罪。佢哋一直以嚟默默都同同路人聯絡，希望可以幫下手，但發現一直只係單方面嘅燒錢，難以維持落去。慢慢咁樣，佢哋就開始有搞生意嘅念頭。希望可以提供互助平台，俾同路人有更加多唔同嘅工作机会，仲有合作同埋寄卖产品，可以互相照顾。我又唔觉得所谓我哋呢啲咁嘅人系有一个叫光环喺度，你哋乜嘢颜色，大家都系喺同一个市场里边分紧一嚿饼噶嘛。咁我哋始终系要面对住呢个问题嘅，我哋唔可以做到一个保护罩俾一班人，就令到他們不再去面對這個世界，就好像躲在一個樹洞一樣。那這幾樣東西是很不健康的發展來的，自己創造到自己這個機會出來，最好呢甚至乎去到最後呢，是他可以飛的。就這樣說信念好像很好這樣，但他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實行。直至一次偶然去了本地一個農夫家吃飯，赴湯就想到生意的初影。這一個地方就啟發了我去怎樣正式落實我間公司裏面整個運作。我今天來這裡是因為今天是他們的出菜日，我們公司就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就幫他們拿菜，就由這個地方送到去我們上環的公司。其實這個地方6月就開始會被政府收地，會沒有了，所以今天就入來這裡就探一下他們。歐太你 好, 你好，現在是炆紅菜頭，炆紅菜頭你可以吃了一些熱先，我們滾湯咯，就個頭就可以慢慢吃，但如果你雪了落雪櫃，它就可以保持成你射雪兩個月都沒有。哦，是啊，是啊，我吃了很久，那我叫一些客買啦，因為內地才有農業，香港沒有農業，給一些農夫種東西，什麼都沒有的，是都沒有什麼支援的人。所以種田是多麼辛苦呢？其實行行都辛苦的，不過你辛苦在哪裡是不是？不是 你是 很瑣碎，很多功夫，好了，差不多了，今天多人，好，我們的都市人的鄉里。首先它的地出來的個資源是源源不絕的，首先如果你不去搞它的說話，其實它不斷地一年四季它都不斷地生產一些糧食，貨源上面正常就不會缺了先了。探完農夫和農地之後，他們就決定著手成立本土野，主打本地的農作物和加工的農產品，請員工自給自足之餘，還想回饋香港的土地。本土野成立的個最主要的個精神就是我們由我們的大地種植到一些野出來，跟住之後我們將那些野拿來加工和拿來售賣，變成我們的利潤，最後我是將這塊錢去給一個友善的價錢給農夫，讓他們呢又可以用一個友善種植方法對待我們的土地。咁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個所謂經濟圈，咁其實對我哋香港同埋香港人都係一個好健康嘅發展咯。我哋成日會好激烈咁樣去討論我哋本土究竟係一個精神啦，係裏面嘅一啲制度啊，一啲人嘅相處啊，定係我哋呢個地方產生出嚟嘅所謂經濟效益，真係好虛嘅。
但係我而家做緊嘅係實實在在，我會摸得到土地，土地出得到一個好實質嘅嘢俾我，係你會見到，你會食到，你會感受得到佢嘅味道，真真正正你係摸到我哋嘅所謂本土佢出嚟嘅嘢嘅，所以咧成件事就踏實得多啦。下次再見。除了農作物，他們又會找 partner 合作，希望有需要的同路人有平台可以做下生意仔，又會請很難打全職工的受審師打理這個平台。一般回來之後就會將所有東西交給兩個賣菜師的了，他們點貨分貨，再叫一些客人過來拿，約一些客人上來拿，這些全部都是他做的了。是你入到來，可能是一些合作的夥伴，不一定是來這裡收我人工的人，可能你是另外一個投資者想跟我們公司合作，在裡面大家是找一個方向去自己做，這個才有機會給回一些人去上游。大部分我們現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曾經被捕，或者是會受審，或者是受審員的人士為主的。我現在暫時還是一個發起人，是一個互相協調的人。我自己本職都是要做健身教練的，其實賣東西都挺煩的，是又瑣碎又濕聲，我是偏向快點交到給人，是你們去做吧。樣我回不了全職，因為情緒問題，即我一向都有工作的，即我要回我就可以隨時回去，但是對我來說壓力太大啦，咁咁啱阿 Henry 就叫我過嚟翻工，咁幾好啊！一個星期都係翻幾日。對我嚟講係舒服嘅，比較輕鬆啲，同埋叫自由啲咯。要面對自己日後嘅已經好辛苦，我哋叫佢哋老公老婆嘅，老公老婆都好錫我哋啦，同事又易相處啦，咁所以喺呢邊翻得開心嘅。佢就係會放手去俾你做，佢就係希望我哋每個人去自食其力啦。蔡司，你執成點啊？你執完未啊？你就嚟死啦！咁我幫你啦。可能我哋拋個名字出嚟，我哋話我哋係邊一單嘅 case， 咁其實就會有人俾錢嚟。我就係唔中意咁樣。真係所有嘢都講緊係本土、本土、本土啊！因為呢樣嘢已經慢慢融入咗你個圈子入。我希望嚟緊香港係更加多呢一啲本土嘅製作。我嘅訴求就係翻工，我希望我可以星期一翻到星期日都喺度買緊菜。都買咗十幾次，其實唔方便，又唔係住附近嘅。當然係想食本土嘅菜，我唔知係咪心理作用，我覺得好食啲啦。個感覺好似係會安全啲嘅，食落肚，支持翻本地嘢咯。短短三個月，雖然已經有啲口碑，仲有啲餐廳邀請佢哋一齊合作，不過公司仲未達到收支平衡，鋪頭嘅租金仲係由夫婦兩個一齊承擔。而家已经蚀咗五位数字，富汤觉得虽然经营唔容易，但呢一个系一个好开始。做呢件事咧，最大嘅挑战嗰个难度咧，就系气候同个地去拣俾你，而唔系你去拣要啲乜嘢嘢咯。我而家饭都未必有得开啊，你怎樣要我再去買你啲咁貴嘅菜啊？係好多人持呢個意見，有一班人係明知呢啲嘢貴，佢都會去支持，就係因為佢知道當你支持到一個程度嘅時候，佢價格就會下降。最大嘅困難就係佢哋對我哋自己香港本土呢個地方出產嘅嘢冇一個優越感。佢哋去日本超級市場望住嗰個價錢買嗰個嘢係冇嘢嘅喎，好 OK 嘅喎。點解我本地嘅產品出到嚟，你係會覺得貴啊？我哋本土出產嘅所有產品係一啲都唔會輸蝕喺外來入口嘅。咁呢個係都想改變嘅嘢嚟嘅。希望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哋可以將本土產品呢一樣嘢優越化咗佢喺人嘅心目中，跟住之後佢就自不然會願意俾一個好啲嘅價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當可以做到一個大量生產模式，我們就可以照顧弱勢社群。
一個夢想咁樣去做咧，我知道好困難，有機會我好快會冇咗呢個生意模式。我希望趁住呢一次咁樣有個傻佬去做呢件事，可能有一啲人係用一個更好嘅生意模式去推呢件事。我可以失敗嘅，當我支付唔嚟嗰陣時執咗咁樣，但係將呢粒種子散咗出去之後，有機會有第二個比我更加叻嘅人。他是可以做得比我更加好的，咁其實呢件事我已經很足夠了。拜拜。記得訂閱果子啦，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